个专案呢，我自己的把它定位是在要做一个希望各位能够努力去冲 OpenStack， 那我们来做被告，就是做你们的后续。那我是 Blue T， 然后我的名字是 Mental Lian 林哲明，我的 email 是 BlueT@BlueT.org， 所以大家如果之后有兴趣都可以用这个 email 联络我。那过去可能大家比较常知道我是在无光者台湾活动，也就是在2015年的时候开始创办无光者台湾的这个社群，一直到现在。那另外是在前几年开始办 OS Spreadnet 这个计划。那这计划是什么玩意儿呢？我们可能要从早一点的地方说起。不过在那之前，为了怕我时间不够，所以大家可以先看一下 OS Spreadnet 的 net。对，或者上 GitHub 搜寻 OS Spreadnet。对，那如果都看完的话，剩下时间大家可以吃饭都没关系，大家都有。好，那曾经我们有一个非常厉害、非常棒的单位叫 Open Foundry， 有人是那个年代的人吗？没有人承认，就是。OK，Open Foundry 是当时中研院那边的资科所，他们人发起。然后一个非常非常棒的计划目的是在支援，我不知道有没有国外，可至少台湾本地的很多 open source 相关专案。那除了提供程式码的一些放置维护、版本控管之外，也有提供 VM 的这些服务。对，那这东西很棒。可是，好，那字可能比较小。那如果搜寻 open foundry 的话，会发现专案活动最新更新在2016年8月，也就是差不多整整一年前。因为后来因为一些原因，这个专案就被停止了。对，那当时其实很多台湾社群的资源都是 Open Foundry 来提供赞助的，比如说像场地或是 hosting， 还有一些法律之类的各式各样的资源。对，那它的陨落造成了 Open Source 界的一片哀嚎，愁云惨雾，非常非常的难过。不过你知道 Open Source 有些精神。就是当有人有需要的时候，当有一个人有需要的时候，通常就会有第二个人有需要。当我们有些什么的时候，我们就想把我们拥有的贡献出来，让更多人能够享受。所以当 Open Foundry 他们因为一些问题必须停掉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所以我们能做些什么。那 Open Foundry 跟 Costco 都一样，为了达到一些目的，虽然是好的目的啦，对，不是坏的目的，对，都是不择手段，努力去拼的。我们也回头想想，好，到底我们办一个社群或一个专案，是希望这世界非有我不可，还是就算我消失了，还有千千万万个我，还有各式各样的人，很多很多人会一直在去不断的去推动，跟继续延续下去。我们觉得。Open source 应该是走后面这条路，对。那 Open source 说打就打，说干就干，不怕流血流汗。然后别人应该都知道这个东西，所以就开始想，好，我有什么，你们有什么，那世界就会美好而大。那在思考说我们有些什么的时候，就想到一个东西，我帮助台湾的 FTP server。其实就是现在台湾的无光通讯肉里面前三大的伺服器，对，那当然有一个是 TWD Archive， 一个是国网中心的，然后一个就是我这边。那像这样子的伺服器，基本上不会是有人用 ADSL 在家里拿一台伺服器架起来，一定是要有一些单位来支持。那通常都是我们去谈，去跟各个单位去谈。然后有一些比方说利益交换啊、互惠的一些动作，让他们支援我们社群一些资源，那我们也给他们一些好的成效或者是好的帮助这样子。那在过去Ubuntu台湾的社群有像这些很多单位的支援，那在 Ubuntu.htw.org 上面下面就可以看到很多的列表。那其中就有一个叫做国立暨南国际大学计算机网络中心跟暨大的资讯管理学系，这也就是我们现在的
这就是我们现在伺服器所摆放的位置。我们现在所有的伺服器跟所有的网络频宽全部是由暨大的集中赞助，而且因为这个集中主任非常的少，他在2008年的时候有赞助过 CoastCom 的，应该是2008年，当时也在台大办。然后CoastCom 的常务人员大部分都是由那个集中主任带过来赞助这样子。那在那之后也一直赞助我们的社群，提供很多很多协助。那无限的 VM、无限的频宽让我们随便用，对。所以我们有什么？我们有这项资源，有很支持我们的学校，有很支持我们的集中。那我们干些什么事呢？好，我们就可以有一个新的专案出来。如果 Open Foundry 现在没有了，我们能不能有一个类似 Open Foundry 的组织，继续提供台湾或者全世界相关的计划？我们做他们的备案，我们做他们的 support。那因为一些责任上的问题，所以说我们必须要成立一个不能直接用光子台湾的名义，也不能直接用暨大集中的名义，所以说就有另外一个名字出现，叫做 OSS Planet， 所以大家可以在网站上看到。那这个专案基本上现在当时第一个出现的就是 mirror.oasisplanet.net， 那它其实基本上就是多一个 domain 指到那个 ftp.wonderfw.org。 所以在最早期的时候，任何人在申请说啊，我们需要一些 mirror 资源，像是比如说一些软体，有一些 open source 的软体，或者是一些 Linux 的新的套件，或各式各样的需要网络频宽资源的，来跟我们申请。我们就好，我们就在光子台湾的 FTP 上面多 mirror 你的东西，然后给他们 mirror 点 OS 资源点点点的这个 domain， 所以这个专案就这么开始了。那接下来下一步就是开始开放 VPS 的申请。虽然因为过去常常我有一阵忙，所以说开 VM 的速度不是那么及时，不过慢慢的也有累积了一些社群，把伺服器放在我们这边。像比如说，其实听说啦，我只听说今天CoastCom 的那个大家报道的时候用的那个 App 后端伺服器，好像是在我们其中的 VM 上面跑，然后像 CCom 啦，还有像 AMD 啦、PT 啦。然后还有我都不知道该讲中国还是对岸还是大陆还是什么了，对，反正就是那一边的国家，他们的有一些 Linux 的套件，也是用我们的伺服器来做主要的 Build Server 或者 Mirror Server， 对。那还有像 CDN 这一次，还有 Face Daily 可能前方比较常碰到。那开始有变起来，那 Loading 开始变大。那集中还是一直在上部门，所以我们现在用的是我们现在用的这个机器群，大概是一个五台伺服器所组成的，然后上面是 VMware， 那总共的规格大概是这样子，对 ，Anyway， 那因为有些社群用的 VM， 它需要的空间可能比较大一些 ，CPU 用的比较大一些 ，RAM 用的比较大一些，那已经开始会影响到整个 cluster 本来的 performance， 所以不要忘记啊，所以要感恩，对，他们一直给我们支援，对，那个 cluster 好棒棒，只是对某 V 牌的这个虚拟化技术提供者，他们的这个技术真的碰到了，我们真的在上面碰到了蛮多的问题，而且又不是很便宜，那我没有讲都是哪个牌子，我当然改，对。那所以说，因为碰到很多问题，还有很多限制，所以接下来经由某位朋友的建议跟协助规划，我们接下来会转向 OpenStack 的架构。对，那初期的话，大概会有十台伺服器所组成的，但是一个很小啦。对，就是三台 Control， 三台就是做 Safe 的，然后一些 Control，Ocula 之类，一个相对小的架构来开始验证 OpenStack 是不是能够用在我们的这个环境虚拟化上面。所以现在在 V 牌的环境中，有很多事情也许做不到，比如说它没有 Cloud Native， 没有一些
flexible 的跟SDN 的 function 跟 SDS 的这些东西的话，在之后也可以获得解决。好，那在我解决之前，大家可以多欣赏一下。
科斯卡霍，我要申请 VPS， 这边就帮你把标题写好，接下来就这边开 GitHub 的 issue， 或是直接送 email 给我，我只要看到就会帮忙处理。如果我没有看到的话，你们就可以用 Telegram 找我，或是用 Facebook 找我，或是用 email 找我。好，那时间到了吗？对，好，那就感谢大家的支持。